小白球魅力无法挡，南投县体育会高尔夫委员会推广高尔夫运动，举办暑期小老虎高尔夫研习营，号召国小同学参加，将高尔夫运动向下扎根，引发学童学习的兴趣。在教练的指导下，学童们手拿着球杆迅速挥杆，漂亮地将小白球击出。南投县高尔夫委员会为了推广高尔夫运动，结合侨建以及避风国小，举办暑期小老虎高尔夫研习营，除了让学童接触高尔夫运动，也让他们了解高尔夫礼仪。借着办的小老虎训练营，让小朋友可以认识高尔夫，认识高尔夫礼仪，然后去学习高尔夫，那借着对高尔夫产生兴趣。那现在我们也在配合教育部体育署跟中华民国高尔夫协会来推动的一个高尔夫基层扎根的一个计划。那我想借着推广高尔夫，他们可以利用学校的社团时间，每个礼拜有两次，然后去发展高尔夫，去学习高尔夫。那我想我们在各学校里面的教练就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观察这些小朋友的一个潜力，他的爆发力啊、协调力啊，那我们再从中做一个记录，把这些有潜力的小朋友，那未来可能会在我们南投县县内的高尔夫球场，像我们南丰高尔夫球场，还有松柏岭高尔夫球场，那我们现在也跟台中县的雾峰高尔夫球场都希望能做一个配合，未来就进入高尔夫球场的一个培训队里面，然后再接受一个更精致的一个训练。学童几乎是第一次接触高尔夫运动，对于小白球大家都觉得很新鲜也很有趣，尤其在击中球的那一刹那，心中充满了成就感。打出去球远的话就有那种成就感，而且可以体验到新的事物。打的时候杆子一定要瞄准球，瞄准管子的话比较近，打出去如果瞄准球的话打会比较远。打球的感觉就是如果把球击出去就会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啊，当初挥空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点悲伤，就是因为说为什么都打不到。我觉得好像的地方就是可以不用一直跑，就是 站在原地打，然后进洞的时候会很开心。我想对全国小朋友，特别是对我们龙岩县的小朋友来讲，能够有机会接触到高尔夫球的运动是一件非常难得，也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非常高兴高尔夫球委员会我们杨主委他们能够全力促成提供本校这次练习的机会，而且也协助本校来去进行相关活动的申请。我想高尔夫球活动是一个非常高雅，也是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健康的休闲娱乐活动。那想让小朋友从小养成这种正当的休闲活动，同时能够培养他对高尔夫球的更多方面运动方面知识的认识，这都是一件非常难得的机会。高尔夫对全民来讲是很好的运动，除了训练思考，一场球赛走下来超过了7公里，也是一场健康的健行活动。高尔夫我也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走路，所有的运动只有高尔夫走路，并且用脑打高尔夫球静静的在那里，你可以想我要用什么球杆，我要用什么姿势，我要打高打低，向左打向右打都可以想，考虑以后才打。以前我们没有球车可以载的时候，都是要用走路的，所以打一次要走大概7公里到8公里，那就是运动，就是去用脑。结合脚力、脑力以及耐力，高尔夫运动是相当完美的运动。高尔夫委员会推广高尔夫相当用心，除了举办小老虎研习营，将高尔夫运动向下扎根，也举办高尔夫极远极准竞赛，让大家都能接触高尔夫运动。除了鼓励全民运动，唤起大家对高尔夫的兴趣，也能培育高尔夫竞技好手，未来能为县争光。